把终身带。对，到底是阿妮能够帮助伊斯塔拿下这关键的一分，还是说阿迪锦能够延续之前在 solo 的那种不败的状态？是的，看一下，随着教练的握手，凡西来了，这一张让月上裂开的图。哎呀，今天的表现啊，在打手通车，兰博基尼。这一张图当手图的话，就是纯拼稳定性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张图怎么说呢，就一个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你后续可能追不上来。对，拼基本功。对，来了，起步上侧看一下，是月上在找大逆侧，是这两个人距离还是非常近啊。我哎呦，在内道挤掉了，顶开了一下，但是距离不算特别远，嗯，有领跑压力，对，弹过来，有压力，两个人的路线也比较相似，顺侧过来弹射，路线没问题，这个距离还有可能跟大家其实比较紧的，只是说可能做不了太多的一个对抗，有拉近距离，这方 ECU 也还是没有对抗的机会，是，但其实月上的入弯会比阿妮相对来说肥一点点，是慢中快出过来，阿妮该接弹射，拉开了不少啊，是的，节奏没有特别好，再接一个从上弹射过来，快点调整过来，还好，摆段来到第二圈，56.1，这两个人手速都很快啊，对，这单圈是领先，哎呦，阿妮磕一下，自己再上墙。本来距离有拉近啊，但是上墙了之后又拉远了，后边是直接贴死了，哦，那这一局的话感觉后追有点难了，月上这个状态感觉很在线啊，赶紧去调整，他知道自己拖了，所以快速出弯出来还点得很快，对，再接弹射过来，很集中，这得很集中，就完全人是在场上的已经没法追了，这局的话就哪怕后边月上再上下墙其实没关系，没错，可以上两下，歇一会儿，再接慢中快出，看一下甩尾 CWW 凯特气，这个卡奇没点出快出，但是容错率很高，无所谓，最后的一个假温顺利通过甩断19秒，9-3，对，恭喜遇上，先拿第一分，不算快，我记得在二 V 里边的成绩都49中，对，49.58，安妮的，对，哇，你现在这个记忆力都能挑战最后一位数了，也可能说错了，但是也没有人会去翻。对的，但是确实就看不出来啊，中规中矩。对于日常来讲的话呢，这张图不算是短板。既然是裂开的图，我觉得 solo 拿一分，这绝对赚了。对的，说明训练还是有成效。对，但是有一点就是反亚美班，那阿妮要不要直接上了？但是刚刚那张图有点裂，反亚，对啊，对，但那是二 V， 要调整一下。其实我觉得 solo 的时候对抗相对来讲会少一些，对，是他自己其实是被连带的，嗯，然后他后追的话呢，其实也是反超了林成的，对啊，后追得很快啊，对，那我觉得这算是他 solo 里的一张小黄图了，嗯，可以选，1-0。起步双方的对抗也还是挺多的，月上在出去玩之后，阿妮有在尝试的去追，而且很明显就是月上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嗯，起步的话他就是要找，对，要去顶着阿妮，他起步就去顶，对，顶完之后就提防着阿妮，但是阿妮一个失误之后就没机会了，是两个，这里贴死了，自主失误，没有调整及时的效果来哟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一直磕碰啊，对，跟这个墙碰了三次，关系很好，入弯口两次，出弯口一次，就感觉是把这一场 solo 所有的墙，所有碰墙的次数都碰完了，然后就不碰了，你先选啊，但愿吧，反亚先来，反亚，调整一下手感要靠这张图，我觉得是。我觉得这张图对于安妮来说就纯属肌肉记忆了，嗯，因为她自己跑的话，她的路线啊各种细节其实一点问题没有，哎，她所有出现的失误全是被连带的，
所以说这一局他要做的就是躲着月上，对，躲远点先碰一碰，先看怎么出去。来吧，双红牛，特奇，甩尾 WCW， 起步就已经比月上快了。那月上前面的那个甩尾有机会碰啊，这里拉近距离，能顶了，没顶到，小顶了一下，但自己影响也很严重。对，再双杀弹过来，那还有机会。哎呦，力远先跟着，一手点飘之后，看一下两个人的距离还是比较接近啊。哎呦，拉近，哇，这个进道口的话是完全可以撞的，没必要。看一下，影响一下吗？哎呦，自己被影响到了，真没必要啊。那这影响的话，距离的话一下就被拉大了，1.5秒。弹过来没有问题，这局感觉已经没了。嗯，镜头一转的时候应该又拖了一下，对，没弹出来。哎呀，因为我是能理解月上在想什么的，就是抓尽一切的对抗机会，一对去顶你，但确实哎，没机会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小问题。这里上完弹了，哎，2秒，氮气吗，哥？没氮气，卡气也行，也行。那这里还要再够远，还得再卡。哎，双杀直接补满，对，可以。这里只要进到能进得去，问题就不大。进去，台下来到最后的三连弹。哇，他看那个路线真的让我有点，我以为他进不去了。胆战心惊是吧？最后一手直接可以重现，恭喜阿妮拿下一分。别上，这个弯又脱了吗？不知道啊，给后面扭两下。对，练手速啊，那会不会直接上苏格兰场？谁练手速啊？月上啊，那最后你没看扭了两下吗？他那个手速很快的，飘完之后再拉舌头，飘完之后再拉舌头。你的意思是说再给下一张图、哦、找一点？在因为在比赛的收尾阶段开始练了是吧？嗯，没办法嘛，反正都输了，我得对铺垫一下。就是一段甩段。需要几下漂移键呢？需要一下漂移键之后衔接两下漂移键，三下一段甩断三下，再衔接方向键可能衔接两下。你想想看，他刚刚的0.5秒里面他甩断了两次，是吧？拉手速就是拉起来了啊！就这局我可以输，但是我要带点东西走，我提升一些。现在选手的确玩得挺花，对 ，solo 里边嘛不看分数，对吧？只看你赢没赢。这局也是安妮啊，非常稳。相较于月上来说，1-1战平。其实我觉得打安妮真的有必要把反杀反掉的，因为这几次看下来，他虽然说有这一局有失误吧，但这里因为领先太远了，感觉有点小松懈。整体其实很稳定，而且起不快啊，我贴死。哦，这里贴死。来了，苏格兰场，神秘啊！说中了，真的，真的苏格兰，手速刚刚稍微练了一下，对吧？但其实开局也可以练嘛，开局你猛点飘一阵，对吧？要，没有，我以前就是这种习惯都会有，就是你开局之前可能滑一滑之类的，把你的手给唤醒一下，感觉。万一陈老师你错过了起步分呢？嗯，那一般不会。重开了这么多把，还能错过吗？看下这一把苏格兰场，双方再打同车，不侧身。安妮的侧身是真快啊！对，左右明显就是他俩同时侧的时候，他的侧头更靠前一点。两个人并驾齐驱啊！回合之后的话，也是安妮这边更快一些。五内道，一个内道好。是的，安妮要把起步满之后，哎，没弹出来，但是还好啊，没拖，不是很伤。对。这边接手暴力过来，大家侧身快出，延续上再贴暴力，小瑞快出，去这边很惊险，对，留个小分 CWW， 哎，又拖了，拖了一下，但是前面月上感觉也失误了，因为这距离没有怎么拉远，对，后面的话可以看时间，但是自己又拖，哇，宁静又出来了，又拉远了一些，今天他们俩就是专门来打宁静的吗？不是，这张图我发现宁静就经常出来，但是呢至今还无人能破。哎，你说对了，你说的对，但也不好说，现在的话月上跟宁静的影子是离得非常近的，
怎么说，月上这手速拉满，有没有一张苏格兰场的记录吗？感觉有点被宁星甩开了。对，这里再拉近，沙盘月上听得见吗？宁星在你后面，而后边还有一个安妮，这是最关键的。是的，宁星夹在中间，安妮想要超你还得过个宁星。对的，暴力再拉过来。这里的细节，月上是要比宁星的影子更快的，但还是那个点，对，最后的那个劲道，只要不撞，记录就有。甩尾过来，小拖一下，哎呦，哎，还有还有机会，对，最后一个暴力，4.28，有了，4.5，我们得恭喜月上。2-1，同时打破了宁星的记录，没错，哇，真的，宁星出来太多次了，我都感觉宁星都累了。赶紧换个人，换个人，然后我再破回来是吧？就轮我，轮你来追追我。哎，嗯，听下次跑的时候就这么说。记录是6-0，对，这一局是打到了5-4，但其实失误也还挺多，你能看得出来失误真挺多。而且，就首先是后边后追的阿妮一直没有被甩开，而且阿妮的失误是我们看在眼里的。对。前期没甩开，但是安妮有小失误的情况下没甩开，再到后面月上下去，其实从他跟宁青的影子对比起来啊，中间的确是失误不少。嗯，我怎么感觉有机会4-1啊？因为最后那一段路上确实那个进道口没有上墙，但是甩的是要比宁青大的。对对，新纪录，恭喜 RDG 月上，来自 RDG 月上的新纪录。他跟我说了好久了，他一直想破这张图。得偿所愿啊，这几天有想法。但我感觉从这个 solo 看下来的话，阿妮感觉目前手感不是特别好啊。这张记录的话也是保持了167天，很久，这么长啊。说其实春季赛破这个记录感觉更有含金量，他那个圆梦之星啊，对，宠物不一样，这些也算是前一代的小神宠。对，是吧？但我感觉其实这两天破的记录，尤其今天吧，其实都是尘封已久的记录。是，要么就不破，一破就连着破。2-1，月上也是凭借着反亚最后那一下手速，哎，练一练，把这个苏格兰场的记录给练过来了。这以后大家就学会了呀，输了的话就在后边自己悄咪的练一会儿，极限一下。对，因为赛中是没时间调整的。好，这里一个贴纸，这安妮很神奇啊，在2V里边差点刷记录的人，在 solo 里小失误不断，所以说这张图不好稳。对，哎，极速航天城安妮选到的，这应该是双眼虚。哎，月上0.16吗？我怎么记得他这张图不是很稳？你记错了。没记错，应该是没记错，应该是很稳，而不是很快。哦，是两码事。对，对，没错。他这张图其实私底下跑看的失误挺多的。你要相信他是能跑这一次的，那一次可能就在台上。对。来了，哇，你的起步还是快啊！是起步侧身，衔接甩尾过来。这里要挤内道，再做对抗还能成功吗？转空，跳下来。路线非常好啊，但是这种跑法的话还好，氮气挤满了。对，再看前面，这里看我再挤满，挤满了。看一下下面一个进道，这个难点顺利通过。哎，感觉月上被虚空卡位了一下。对，哎呦，稍微是拉远了一些，再稍微上墙。是的，啊，你很稳啊，延续过来，喷喷了，延续上了。狮子的影子也出现，释放 ECU。其实后续我觉得难点不大，有个弹簧飘，嗯，就那个弹簧飘，看失不失误的，就这。看一下，哎，月上后面贴死了，那阿妮应该。哎呀，掉位了！哎、啊？真掉了呀！哎、卡气，也有一个时间没掉了。是呀。对，而且这首图是阿妮选的。而且你掉完之后没机会了呀。对。大家，我们得恭喜月上，上再拿一分，3-1呀！啊，你这送的有点0.9，哎呦，对吧？这真不稳，这是真不稳。但没想到阿妮这一下，
全图都没有失误，就在那个钻空点，就那个最大的那个失误点给他失误了。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跑这张图其实真的不掉了，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低估那里的难度。嗯，就我都已经快忘了那里还有一个掉点了，成功的提醒了我，还是得注意一下，因为前面断空标前面衔接是 ECU， 你那段节奏是很快的。是的，安妮刚也是因为节奏太快了，然后提前下来，所以掉下去了，有点可惜。3-1啊！对安妮来说，选同车图还得选同车图，每周可以上，感觉可以。对安妮来说，现在直接上空港其实也行啊，也行，空港没搬，而且 RDG 在2B 搬了空港，对，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。不能再让月上再拿分了，再拿了我相信对于阿妮这个心率战神来讲，那真的是考验心率了。对，顶不住呀。压力快给到他了，现在已经有一些了。今天这个 solo 小失误确实有点多，阿妮的这个失误有点多，大失误也有。是你落后的时候你有小失误导致你追不上，嗯，领跑的时候你给大失误导致你又被反超。对，就是真难受啊，自己选的图，哎呦，这意思你看必须歪，月上都有这种礼包了，对啊，你还能送回来，我觉得这也得是一种本事。这是真难，这是真不要啊，不能有这种本事啊。再来啊，你选啊，你接着选，现在压力给到安妮啊，有选图压力，嗯，选图选车压力，因为我们抢五这个一下子没有，但是被对手逮到机会拿机甲抢分，嗯，抢赛点，那压力就大了。对，而且倘若拿到赛点的情况下的话，你得连追多少分才能够顶住这个赛点的压力，拿到自己的赛点？对，4-1的话就连追3分吧。对，三张红车图来了，电音孙悟空，我感觉月上得上。哇，悟空要来了吗？月上没上，安妮上拿了深蓝，安妮拿了孙悟空。安妮怕月上拿，也得看一下。对，他也得上。谁选的？安妮啊，安妮选的。啊，安妮怕月上拿。对呀，你就选图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好自己能用车了。对呀，他就是因为怕月上拿，所以他只要选出这样子他就得用孙悟空。但月上这边留了一手，嗯，其实留这一手是对的，对的，在后续会给他起到很大的帮助。嗯，起步看你不错，来，没问题。看一下这边老李之后这个门中会出快出卡器，跑法有优势的前面。对，阿妮要做横漂吗？断吧，得断，要断。断的话很容易失误的。对，那既然敢选出来，我觉得他就不担心那个断空标。来看一下第一个点，这里不算失误点，就这来了，这里断起来没问题，可以的，没落地，再释放 ECU 衔接一个弹射过来，这个 ECU 有点拉了将近半秒多，40.35，那这一局月上没得追了。对，这个赛车一拿出来，只要阿妮不给大失误是一定没法追的。第二个还断吗？断，这就是跑法懂吗？对，有的时候不是选手装啊之类的，是这真的就是跑法。对，断啊，再断没问题，很稳啊，而且这一圈断得更好，你记录有了呀，满分多少？8.52，恭喜安妮破了8位分，同时也打破了由 SG 东方保持的记录，刷了2秒多呀，没办法，对，机甲嘛，对，买一车嘛，而且他的断空飘过得都很好，但这样的话有一个隐患，什么？悟空在后期如果说能够给到比如说 RDG 这边选图的话直接反倒了，
孙悟空这个点是一定会被打出来的。而且对阿妮来说，接下来不能再选机甲组了，对，他不能留有两辆机甲的劣势出来，一辆可能到时候自己超常发挥一下，然后用同车把比分扳回来，哎，还可以弥补一下。而且后边你真要说打机甲图的话，月上可以随便弄，对啊，对吧？反正我分数依然领先，嗯，然后我还已经多了一辆机甲了，对，来了新纪录，是来发一张 ，Istar 阿妮的电影梦工厂，新一任的电影之王，上一任厂长是吗？还就是东方，是啊。电影之王东方，对，这个梗其实已经很多赛季了，但是就很巧。那你说是电影之王东方还是电影之王东方？都行，看他喜欢哪个。哇，329天，哇，将近一年啊！开启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啊，今天都是这么久啊，这个太久了吗？但是我觉得也是随着版本的更新嘛，孙悟空的加入有了这次机会，月上也破了，嗯，对。真没想到，就是说实话破纪录我完全能想到，因为你孙悟空吧，孙悟空在这张图上其实很适配，嗯，但是王哥这手纪录真久，哎，不过也能感觉到就是月上在这张图上的一个后追确实是挺好的，应该是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失误的，哎，他开深蓝把这个兰博基尼对纪录给破掉了，一半的功劳得给安妮，带得好，领跑领跑得好，这是第一圈的动物票，第一圈还没有，第二圈贴，第二圈那个是真贴，真敢票啊，空港，空港，只能选空港跟确实打的同车，嗯，但是这一手同车难度有点大，不低啊，但对于安妮来说，她习惯了呀，亚洲杯只要能走到最后的选手，你免不了最后一张图得打空港，是。在这种图上不能出现短板，对呀，不然的话你可能连小组赛都出不了。对月上来说，挺令人担忧的。来吧，齐步，此时两个人都坐左边，是同侧。这样的话 ，CU 释放这个甩尾脱不脱？不脱，两边都没脱。哎，这边阿妮内线反超过来，看一下下面的新加速点。真抢！哎，月上没跟上。对，这直线速度掉了。贾文也能顺利通过，是的，存真下来再甩，节奏两个人都没问题，对，看一下暴力，对，又控下车，再车又拉开了一点，阿妮这张图上其实在印象里边细节确实是不错的，而且它稳定性很高啊，对，很早以前其实他就在跑张图了，月上这一段路追得很猛啊，再延下来，再弹两个，甩出来，哇，对，拉近啊，这局空档美如画呀，撞后点喷，都在释放，阿妮前面更好一些啊，但这个撞墙有点重，对，这里再甩过来，这一局七是有了，但前续进入到室内，最后一段室内，阿妮节奏也没有问题，月上也没问题，这一局，哎，月上，哎呦，小柯，阿妮这边撞一下，这里只要顺利通过。没有问题，出道失败了，是的，真稳啊，第三分，最后的一个侧身中控，点飘吗？点飘，最后冲线1分27秒，6-1，哇，月上跟了一个10分，挺稳的，好的，两个人心率都不高啊，很稳定啊，今天，但我觉得无论对于月上来说，就是无论今天这个比赛有没有拿下，但我相信今天这局比赛对阵到阿妮，她的这个后追表现真的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，我跟你说其他对手看到都会有点后怕，嗯，跟得这么稳，在 solo 里边以后真的可能不太好去打月上了，嗯，但月上下一张选图，对，锁死了呀，什么呢？科隆孙悟空，嗯，赶紧打出来抢个赛点，是的，那阿妮开什么呢？要么让到底，要么就序列，对，序列只能说有机会，但在 solo 里面其实机会不大，
所以说还是让到底吧。确实不好出击架，你这样的话会一直被对面反制。对反过来的去打的。下比赛，但阿妮的起步是把马都快啊，这一把只是前面可能第一波卡位是越上占优。哎，这竟然没延上。其实我感觉这个节奏应该是能演得上的。对啊，来了什么图？克隆。阿妮用什么？让到底吧，我觉得饕餮的不要用。银河呀，星皇啊，这没有让到底。他有梦想啊，他有，但也不完全。小梦想啊，之前有我们看到这张图，星皇的梦想可能是序列啊，打序列，嗯，打赢过，对，还不少，对，但就算是现在再打序列，我们也不一定觉得稳赢。肯定不稳赢啊，而且现在打的是孙悟空。看一下他这手星皇到底有多少东西啊。嗯，不过我就想知道这个悟空怎么输。也上这里先开启，哎，里面先蹭了一下，对，先给了我一个小答案。你俩不要在这里远程的去遥相呼应啊。别等空看一下。哇，你这弹簧飘很极限啊。嗯，二比的时候这个弹簧飘也很极限，0.4吗？你先说出来。对，这里得拉开的。对，这个长直线可能跟不上了。你看一下车到多少？0.7，还得拉开的。在这个甩尾箱没搭出来，没喷吗？没有，反超了，再反超。再看一下下面的一个弹射点，有危险的月上。再反超回来，还有机会。这底下踩双杀了，哎，你一定要上来顶的。对。这下面阿妮能上去碰一下，是的，贴一下，贴到了，把月上顶上墙，是0.1的差距，在这边再踩加速带0.2，是看一下 ECU 甩吗？甩了，对，最后一个好，再甩，真敢啊，还好没给阿妮上机会，对，有惊无险的拿下了这一分啊，4-3，真敢啊，这最后还连着弹。现在是 RDG 的赛点，是的，月上的赛点。这一瓶水快喝完了。比赛又如何呢？再来。虽然说水是越喝越少，但状态是越来越好。这个科隆倒还好，该赢的赢，但阿妮确实跟得很好，而且。就那一个甩尾的对抗点，其实机会把握的也是很不错的，给到了对抗，而且对抗都挺有效的，顶上墙了呀。嗯，其实最直观的感受。哎，但是不过说到这个赢了比赛喝水这个事儿，我真的很好奇，就选手们在场上是真的因为渴要喝，还是因为就是说喝一下水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节奏呢？习惯吧，就缓解一下情绪呗。嗯，不然也没事干呢。但其实输了也喝，只是镜头没给到输的而已。可能是有点紧张，所以身体里的水分消耗的比较快。对，4-3 RDG 的第一个赛领局，没错。阿妮选图，选童车呀。阿妮月上给到的失误是真多，但没办法，他是孙悟空，这里直接把月上的车头给顶回来了，这真好啊，就正好在月上拉车头那一下。来了下一局，美洲选到了美洲，打天狼星，是的，看宠物，都是神宠哦，也不想起步 solo， 真的是神宠会更好的，保证一个上限啊，而且起步也慢不了太多。对，但这一局阿妮一定不能输，输的话就直接是5-3。对，压力来了，看阿妮能不能扛得住，也看月上能不能扛得住。是的，起步，双侧，
飞到月下抢到了，没错，吉普杀出来了。前面要先交 ECU 走吗？哎，月上留了一手，阿妮交了一个 ECU 抢位置。月上很聪明，是的。但这手的话，这个距离是可以靠 ECU 反超的。但是前提是月上能追得上，是先跟着，再接弹射。他不需要特别极限，他只要跟住就好了，多 ECU 的。没错，暴力再拉过来。阿妮的细节明显更好啊。对，下一点，喂，问题不大，有 ECU。现在的话，这个时间差应该也就在0.2左右。月上该差点上墙了。撞后点喷，我觉得都不着急做对抗，甩，两个人都没有失误，是。这里能延上吗？延上了，这里要反超一下吗？哎，过了，要反超过来，是。这 ECU 这么放的吗？而刚刚阿妮那会儿走到外侧，阿妮后面还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没错，感觉月上有点小紧张了呀。侧身拉过来，阿妮想上一趟了，接。最后两个弯道，侧身拉过来。阿妮直接直接撞一撞爆，哇！冬天可以直上，5-3战胜了 E-Star 阿妮，哇 ，Solo 战神，这一场 Solo， 我觉得奠定了月上在 T1 级别的地位，坐实了，坐实了，是的，而且这个位置是谁挤都挤不走的位置，是。在这个赛季，在 RPG 在月上面前出现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，而他真的秉持着丁丁选手勇攀高峰这种理念，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了我们在赛前觉得不可战胜的对手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刚刚看到了镜头，月上其实真的打完比赛之后长舒一口气啊，但是我相信对于他来说也是顶住了今天这一座高山，顶住了压力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这一场 solo 我觉得是属于月上的成名之战，得算了，是的。但是对于他来说，接下来他得一直保持着这种势头。我们说这仍然是一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常规赛的 solo， 但是对于月上的职业生涯，我觉得依然会起到就至少走到目前为止不可磨灭的一笔。没错，我觉得只要是比赛都重要，有钱管他常规赛季后赛。而且你想想看，你打的是谁？打的是安妮啊。对，我想月上，包括月上也好，安妮也好，今天月上没想过自己会赢，安妮也没想过自己会输，包括观众朋友们也好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期待这场比赛的一个点。但一切皆有可能，对，这就是一名新人必须要历经的路，也是必须要在赛前遭受到的一些质疑。跨过了这一座山，他的未来我觉得不可限量。对，我觉得之前看到冰神去采访月上的时候，当时看到那个笑是很慈祥，我当时感觉啊，但是我觉得在经历过今天这场比赛之后，这种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赞扬，慈祥，就像一个哥哥看弟弟一样，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。但我觉得对于 RDG 以及对于 RDG 前身来说，这支俱乐部已经有太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选手了，是新人，我觉得这两年对于 S 联赛来说是产生质变的一年。而且甚至我觉得，因为他现在依然算新人，他很有可能能够达到过去你们都达不到的高度，有可能。接下来让把画面交给采访席。